我今天准备用空气炸锅做饭，这是新买的一个，看看怎么样。噔噔，是不是还挺好看的？它这上面还挺多功能的，上面这有很多就是可以拧的，这都可以拧，然后可以选择我想弄的东西和时长。这个抓拌均匀之后放在这里边。好，它15分钟。15分钟。只能看到它的样子。哇哦，出锅。腌好的鸡胸肉放进去，满满一大锅。出锅。哇哦，这是什么？看着好好吃的样子。鸡胸肉。哇哦，搞定了。这属于四菜呀，马上就有一汤了，极其丰盛。今天是用空气炸锅做的饭。那你选的这个黑胡椒的这饭还挺好吃的。对啊，黑胡椒的它自然有味儿的，就好吃。又煮了一个清汤面，就差煎个鸡蛋了，家里没鸡蛋了。啊，是吗？异常丰盛。要不然，难道不放鸡蛋吗？嗯。太好吃了呀，太好吃了吧，来一口嘎嘣脆爆香香肠吧。黑胡椒味儿，这个烤的就是爆油。嗯，哇，你太香了吧。我又买了一些小菠菜。应该是凉拌最好吃。嗯啊。焯一下水，用那个麻酱或者是用辣椒油一拌，特别香。你看一下，哎，这真好吃。是吧？这麻酱非常，这菠菜还很嫩。嗯。非常爽口。那是我焯水焯的火候好，那是。啊，跟菠菜本身没有什么关系。嗯，那现在空气炸锅已经成了家庭必备，有一个真的特别好用，特别是减肥期间一定要拥有空气炸锅，因为吃东西不长肉。